好，大家好，我叫做 Lemothy， 是 French May 法國五月的 Apprenticeship Program 裡面的其中一個 Apprentice， 亦都是今天的司儀咁樣啦。好，咁大家好，歡迎大家在星期六的下午咧參加我哋第二場的法國五月展覽教育講座。咁我哋今日非常之高興啦，亦都好榮幸啦，我哋今日嘅講座咧邀請到在座咁多位，同埋我哋為人熟悉的一個多媒體藝術家林恩傑 Keith Lam。咁相信大家咧喺香港藝術館咧都曾經見過佢嘅兩件作品噶啦。咁其中一件咧就係地下展覽廳 Landscape of Cloud 雲圖景象，而另一件咧就係回應今次超現實主義展覽嘅回應作品 Artificial Reality 人工真實。咁首先咧喺講座開始之前咧，我想簡單咁樣介紹一下 Keith 先。咁作為Keith 啦，作為一個香港嘅新媒體藝術家啦，咁佢嘅作品咧曾經喺奧地利嘅媒體藝術節電子藝術大獎 Chris Arts Electronica 同埋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祭同埋各個好知名嘅藝術節咧，都已經都曾經展出過啦，同埋獲過獎咁樣嘅。
咁佢亦都熱衷於呢個新媒體藝術同埋設計教育，一直都喺香港唔同嘅各大專院校啦出席呢個教學顧問嘅工作，致力推動數位製作應用同埋喺藝術設計同埋創作裡面嘅。而喺今日嘅講座裡面咧 ，Keith 亦都會分享佢嘅創作歷程，展示佢係點樣將無形嘅數據啦、現象具象實體化同埋融合，並喺跨領域裡面咧創作新媒體藝術作品嚟回應今次嘅展覽。而喺今次嘅講座裡面咧，咁多位觀眾咧都可以了解到跨媒體創作究竟係點樣去實現啦，透過唔同嘅媒介突破虛實，喺有形同埋無形之間咧去作出一啲融合嘅。咁希望咁多位觀眾咧都可以透過呢個講座啦，去感受一下超感官或者一個跨媒體同埋一個new media arts 一個可能性咁樣嘅。咁順帶一提，大家咧手上面應該都有張問卷嘅，咁都麻煩咁多位啦，可以喺呢個講座結束之後咧都填一填，可以俾翻啲意見我哋咁樣。咁事不宜遲啦，咁有請 Keith。Hello， 大家好。我先同呢個睇直播嘅朋友講一句先。咁因為咧，今日座位有限40個，再加埋咧報咗名，應該都可能有啲唔嚟嘅。所以見到空位咧就唔好嬲。咁因為即係呢個 technical 嘅問題，同埋香港聽講座嘅自然嘅現象嚟嘅。咁大家好，我係 Keith 啦。咁如果你之前好似啱啱主持講，如果你之前嚟過MOA 睇嘅話咧，咁有兩件作品咁啱得咁巧咁好彩，響即系 MOA 同時間有展出緊。其中一件就係 Landscape of Cloud 啦，咁另外一件就係今次法國五月嘅其中一個同 MOA 一齊做嘅一個展覽，就係回應Surrealism 龐比道嘅呢一個展覽。咁因為佢太嘈啊，我有少少干擾咗我自己 ，stop 咗我自己條片先。咁今日我唔知道有幾多人咧，係因為呢一個主題，又或者 art and technology 即係新媒體藝術而報名聽呢個講座，或者睇現場嘅直播。咁因為咧，好似近呢幾年啦，又或者應該係 exactly 應該係近一年啦，近呢一年咧 ，art and technology 咧係被熱烈討論嘅。咁咧，響應該係我仲記得上年年底嘅時候咧，咁啱有個 policy 咧，即政府 policy。話要大舉搞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名字，我陣間會即係同大家 share 一下我自己嘅觀點啦嚇。Art Tech 咁我仲記得我嗰陣時仲係響台灣隔離緊嘅，即係準備要做一個表演嘅時候，咁就有50幾個人打俾我 ，exactly 50幾個，即係唔係吹水嘅。咁就話：哇！你今次發達啦，即係 policy 終於要做 art and technology 啦，咁樣樣。咁好似突然之間有好多嘅討論，又或者呢一個藝術嘅領域突然間被開發。咁但係究竟即係呢一個領域，第一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藝術領域嚟咧？又或者第二就係究竟其實係咪啱啱先開始，或者係好新嘅一個藝術嘅領域嚟咧？陣間都會有少少分享呢一樣嘢。咁當然最主要今日想分享嘅就係咧，響 MOA 呢度有兩件作品背後嘅 concept 係點樣？其中一件 artificial reality 係如何回應 surrealism 呢一個嘅主題咧？咁我簡單介紹下我自己先，好超級簡單，因為頭先主持已經介紹得好精準嘅啦。咁咧就我而家就冇全職工作嘅，應該係咁講，我全職就喺度做緊創作。咁我自己有一個 studio 就叫 Dimension Plus。咁我喺裏面咧做嘅唯一嘅作用咧，就係咧同一班好年青嘅創作者咧，就一齊去做一啲作品出嚟。咁所以除咗我自己作品之外咧，都會有團隊嘅作品嘅 Dimension Plus。咁呢個團隊有少少特別，就係佢係喺兩個城市，即係香港同埋台北。咁另外一個就係即係唔覺意做一個空間，其實做咗好多年噶啦。咁由嗰陣時自己即係我全職喺大學教書，離開咗學校之後就 set up 咗一個 studio， 咁有個開放嘅空間。咁直到而家就去就喺一個地區，咁、那個地區呢兩年就係咁俾人鬧啦，話市新化嘅地區就叫大南街。咁有個空間就叫做 Open Ground， 就展覽、cafe 同埋書嘅地方。咁我快速跳過呢一度啦，我想因為今日個半鐘頭都想直入主題。咁頭先講，我係從事緊 new media art 嘅，主持都係咁介紹我 new media art。
咁呢個字有少少特別，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走音添，因為所以好特別啦。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 ，new media art 呢個 terms 咧好類型嘅，即係佢係一個類型，同 contemporary art、同 pop art、同咩 art 係一樣，佢都係應該係屬於一個類型嚟嘅。但係呢個類型咧有一個字咧好相對嘅，就是、個 new 字。咁咧，譬如大家今日用緊嗰部 iPhone 咧，應該最新應該係 iPhone 12啦。咁下年或者今年年底咧，佢已經變咗 old 噶啦。咁 new media art 呢個字咧，好多時候響即國際嘅語言上邊，即係形容呢一個藝術嘅界別咧，好多地區都有唔同嘅説法嘅。譬如香港可能叫 new media art， 譬如香港有微波新媒體藝術節 new media art festival 啦。咁響頭先主持介紹嘅 arts electronica electronic arts。咁跟住喺台灣咧，好多時候都講科技藝術嘅 technical art。咁所以好尷尬 ，new media art 呢個字亦都可能導致到佢，即係佢一路都可能冇被關注，又或者關注嘅程度可能分散咗啦。咁最近應該係呢幾年嘅話咧，多一個 term 去形容呢個界別，咁就 art and technology， 咁好 straightforward 啦，即係 art 同埋 technology 擺埋一齊就 art and technology。咁非常之 straightforward 咁樣去介紹咗呢個界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去理解呢一個範疇嘅作品咧，會比較容易啲。咁我頭先講過，即係簡化啲嘅話咧，響我諗響台灣或者響某一啲嘅地區，因為即係我成日 tour 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去形容我啲作品咧，都會有唔同嘅形容方法。即係頭先主持已經係話我係多媒體藝術家，咁又或者係新媒體藝術家，或者媒體藝術家，好鬼多名嘅。咁 tech art 呢一個字，又同我頭先講嘅，即可能 contemporary art， 即係某一種類型嘅藝術咧，佢係 synchronized 嘅，即係佢係之前佢係嗰個類型先，咁跟住就係藝術啦咁樣樣。咁但係我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講話，即係而家一路有好多人去講、去討論或者甚至乎去論述呢一個藝術類型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用呢一個字嘅 art tech。咁我嘗試即趁今日嘅機會，因為我尋日都有另外一個 teacher seminar 咧，都有講到呢一件事嘅。趁呢個咁公開嘅機會咧，幫佢唔係應該係唔係幫佢平反，應該幫我哋自己平反。大家點樣形容高科技嘅咧 ？High tech，OK？ 點樣形容低科技嘅咧 ？Low tech。咁我頭先講過，你點樣形容當代藝術咧 ？Contemporary art。咁所以咧，如果你做 art tech 嘅話咧，應該就係做緊一啲工具，做緊一啲 software 去俾一啲 artist 去用，嗰、那個就叫做 art tech。咁所以當呢個 policy 一話要做 art tech 嘅時候咧，其實唔係揾藝術家嘅，應該其實應該係揾啲科技公司。咁我哋揾嗰啲科技公司咧，就做咗好多 motion tracking 啊、高科技電子零件啊、乜嘢追蹤、乜嘢感應啊，咁嗰啲咧就係叫做 art tech 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你自己係從事緊或者好喜歡 art and technology new media arts 嘅話，但係又唔用嗰兩個字，想用 art 同埋 tech 呢個字擺埋一齊嘅話咧，就試著不要說 art tech 啦自己。咁我唔係從事 art tech 啦，好明顯我低科技人士嚟嘅。咁雖然做嗰啲望落好似好高科技嗰啲嘢，咁因為 art tech 呢一件事咧係好容易被混淆啊！你從事緊 art tech， 淨係從事緊 tech art。淨係從事緊 art and technology， 所以重要嘅嘢咧，咁我嘗試講三次，記得唔好講 art tech。OK， 如果你係從事緊 art and technology 嘅話，咁所以 art and technology 就是我從事緊嘅行業啦。另外咧就係啱啱主持，唔知道你係咪真係睇過我 keynote 即係你完全俾曬我位我入嘅。咁啊，多媒體藝術家，我好少咁樣稱呼，就我應該係從來冇咁樣稱呼過自己嘅。最多都係新媒體藝術家啫，但係好好嘅，即係。代表咧就大家對呢個領域咧有好多唔同嘅認知，咁啊咁啱咧，點解話啱呢個位咧？因為我又想講 multi 呢個字 ，art and technology 本身已經係兩個 disciplinary 嘅東西嚟嘅，兩個領域嘅嘢，咁啊當然係 multi 啦，即係 multimedia， 咁啊即係有唔同嘅 media 擺埋一齊 multimedia， 唔同領域嘅嘢擺埋一齊 multidisciplinary， 咁頭先有講過 multimedia 啦，咁好多時候即點解會形容我哋即呢一類型嘅藝術家會係一個 multimedia 嘅 artist 咧？因為佢點咧就是、multimedia 啦，即佢有好多唔同嘅嘢。咁呢度 Nam June Park 嘅作品，咁有電視機畫面啦，咁可能會有聲，咁已經有兩個 media 啦，咁聲
同埋畫面，咁好明顯就係 multimedia， 因為佢有兩個 media。咁但係咧 ，multimedia 係咪夠去做創作？又或者喺 art and technology 裏邊係咪就已經係等於呢個作品嘅構成咧？咁有第二啲字出現咗嘅，即叫做 cross disciplinary， 跨過去一個界別嗰度。我哋成日形容嗰啲人即跳跳下舞，然之後走咗去唱歌，又或者可能我今次呢個 show 咧就係包括有新媒體藝術嘅 artist 同埋一個 dancer 喺裏邊咧，就可能係跨領域啦。咁呢個跨領域 cross disciplinary 咧，咁頭先我已經形容咗，即可能我今天同另外一個 dancer 合作，咁就係一個叫做跨領域嘅合作。咁又或者我今天做緊呢一個嘅機械嘅作品，咁但係咧我一陣間咧我就走去跳舞，咁我就叫 cross disciplinary， 我呢個人好 cross 咁樣。咁 cross 我諗單喺個英文嗰度咧，其實就已經解釋咗究竟佢係一件點樣嘅事。如果你形容呢件作品係 cross disciplinary 或者 cross media 嘅話咧，會係點咧？咁大家一定過個馬路啦，係咪 ？cross 個馬路。咁你由你即係譬如我喺呢一度過過去嘅話，由呢一度過到去嗰度，咁我都係我嚟嘅，即係個本質不變。咁所以咧，其實冇橫跨到或者冇改變到呢個 media 本身有嘅特質，或者佢應該呈現嘅一個 format 嘅。咁所以咧 ，cross disciplinary 又或者 cross media 係咪又係足以形容？即係 multimedia 可能唔足以形容嘅話 ，cross 又唔夠啊？咁點算咧？咁就今日個主題，如果大家嚟嘅話咧，其實就見到一個字嘅，就叫做 trans， OK， transdisciplinary。咁咧呢個學説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學者，又或者唔同嘅論述出現過嘅。咁 trans 嘅話咧，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開一啲嘅學科嘅話咧，你可能會見到 transmedia 啦。咁點樣為啲 transmedia， 又或者 transdisciplinary 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就你睇我嘅作品，可能大概會get 到個 concept 究竟發生咩事。本身一個 media 佢 trans 咗去另外一種 media， 即係佢本質上面有變，同頭先過馬路唔同。即係你過馬路，你過完之後唔會變咗另外一個人，或者你過完之後一個人過完條馬路唔會變咗只斑馬嘅。OK， 咁但係咧呢一度佢過完條馬路之後，即係譬如我過完條馬路之後，我完全變咗另外一樣嘢，又或者我多咗一啲 element 喺我度發生。transdisciplinary， 咁所以點解今日個 topic 咧，其實叫 transboundary， 因為咧我嘗試去諗究竟點樣要去回應 surrealism 嘅時候咧，其中我自己最喜歡嘅 surrealism 嘅一位，即 surrealism 嘅其中一位代表者咧 ，Francis Bacon 咧，其實講 trans 呢件事咧，又或者有其他學者去講 trans 呢件事，去形容佢嘅作品咧，都有唔少嘅論述。咁啊，嘗試為大家簡單去理解什麼叫 trans 嘅話咧，呢度有兩個媒體，一個媒體叫做 visual， 一個媒體叫做 sound， 畫面同埋聲音。咁畫面同聲音有好多嘢啦，即係各自有好多嘢咧。畫面可能我哋即係其實盞燈都係一個我哋見到嘅一個 media 嚟嘅。咁啊，當然見到嘅畫面啦，即係我哋個 screen 啊、電視機或者一啲喐得嘅嘢 objects， 我哋都視之為即係我暫時叫做 visual 先啦。咁聲音就可能佢嚟自即係當然我哋聽到嘅嘢啦 ，music 又或者一啲嘅可能機械聲都係一個 music 一個 sound 嘅類型裏邊。咁而 trans 嘅話咧，其實就會係咁樣橫跨緊去，但係係咪一個聲音就咁叫變咗做聲，咁就叫做 transmedia 咧？又或者 transdisciplinary 咧？跨咗嗰、那個即跨越咗個界咧？咁當然中間要令到佢變咗一樣嘢，即譬如我由一個畫面變咗做一個聲音嘅話咧，中間會牽涉到一個叫 transcoding 嘅過程嘅。咁好似好學術啊嚇呢一個。咁但係呢個 transcoding 嘅過程咧，其實好容易理解嘅，你今晚翻去打開你自己部電腦，然之後開一個 media player 出嚟咧，播歌，咁跟住個畫面會一路跟住個聲喺度喐咧，咁嗰個就其實已經係 transmedia 嚟噶啦。咁因為佢將一個畫面拆開曬，變咗做一個佢嘅聲音軌跡 ，and then 咧就將呢個聲音嘅軌跡變咗做一個畫面俾你。咁聲音轉做畫面，又或者倒翻轉個畫面變翻做聲音。呢一種就係我哋叫做 transmedia， 呢個就係喺新媒體藝術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你可以叫做手法其中一個元素，將一種 media 轉咗做另外一種 media， 而佢本質上邊係有變或者多咗。
咁我用我自己一件作品嘗試去解釋呢個 transmedia， 即係有一種媒體變咗做另外一種媒體，究竟係一種點樣嘅方法，又或者點樣轉換中間嗰個過程究竟係點樣發生嘅咧？咁啊，大音輕聲其實係我2018年年頭嘅時候一件作品嚟嘅。咁當其時就係同呢一個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合作啊，同好神奇嘅地方，即係本身已經好 trans 啊，即係一個 artist。被一個醫學院去邀請做一件作品，咁究竟要做一件乜嘢嘅醫學作品呢？咁咧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大體老師嘅 program， 大家有冇聽過大體老師 program？ 即係呼籲大家死後咧去捐自己嘅身體做一個老師，俾佢哋 year one 嘅學生咧去解剖，然後了解成個身體個結構究竟係點樣。咁咧呢個係好基本嘅諗法。咁當然我唔係做一件作品呼籲大家。喂，你死咗之後咧，你係捐個身體俾醫學院啊，咁樣唔係做緊呢一樣嘢，反而係講緊死之前可以諗多少少自己嘅身體。Kind of 係一個 life education 嚟嘅 ，life and death 嘅 education 嚟。咁啊，呢度有少少畫面你見得到啦，不如我哋直接破片可能會簡單啲。咁啊，呢個係一場表演嚟嘅。當然呢度我 cut 咗一開頭嘅。咁嗰個殼咧，類似呢一度嘅大三倍度啦。咁就大家都係坐滿咗觀眾啦。咁當其時唔使隔位啦，當然。咁咧，大家開始聽到有少少聲。咁但係 before 呢個聲或者呢一個動作出現之前咧，其實咧，你睇得清唔清楚啊？呢一度，兩位 dancer 咧著住一套 training 嘅衫咧，即近乎好似 nude 咁樣樣啦。喺光嘅，即好似而家咁樣嘅光度。在觀眾之間遊走，咁啊由一個 live 開始嘅，即係一個活生生嘅兩個血肉之軀遊走向中間，你一路上到個台嗰度，咁上到個台再瞓喺我呢一個牀上邊嘅時候咧，燈光就開始熄 ，and then after life 就開始出現。咁但係呢個 after life 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呢兩位嘅人，即係當然象徵一個過渡啦。有一個生命去到另外一個生命的過渡，咁呢個另外一個生命開始的時候咧，我就會嘗試 scan 呢個身體，其實好似一個 scanner 咁。咁當然裏邊我 tailor made 咗一堆 sensor 喺度，咁呢啲 sensor 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將呢個身體的高低起伏咧 scan 咗落嚟。咁個 concept 其實相當之 straightforward， 就係我喺平時話哇你好靚嘅，即係我哋講話我哋用個眼去睇你個身體好靚。但其實可能我哋從來未真正眯埋隻眼聽過自己嘅身體，我哋身體聽起上嚟似啲乜嘢咧？或者我哋身體呢一度樂章究竟聽起上嚟會係一個點樣嘅樂章咧？咁喺呢一度我邀請咗兩位即係 contemporary dancer 啦。咁上到去我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 narration 嘅，即係我哋唔會就咁叫佢瞓喺度，然之後就俾我係咁 scan 咁就完結。咁當然我哋有 interaction 嘅部分，即係我哋會邀請觀眾上去 experience 呢件事。咁你見到佢有一啲動作嘅，佢有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嘅 movement， 慢慢去到一啲比較大嘅動作，進而再慢慢發生佢完結再瞓喺度。咁呢個過程同我頭先講嘅 trans 有啲咩關聯呢 ？Scan 咗呢個 body 嘅 up and down， 呢個 up and down 本身，如果我哋幻想我哋睇五線譜嘅話，其實佢本身都已經有個 up and down。但係呢個身體本身呢個高低起伏，我哋可唔可以將佢變咗做數據，然之後變咗做一個樂章咧？令到我哋可以聽到呢個身體呢一度音樂，究竟係一度乜嘢嘅音樂咧？呢個就係大音犧牲想做嘅嘢。咁而大音犧牲佢臨尾都幾有趣嘅，臨尾因為 tour 咗去唔同嘅地方嘅，咁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威尼斯雙年展嘅一個 set 圍嘅一個 program。咁當其時咧，就係要我知我哋一齊去做呢個表演啦。咁啊做唔到雙人表演，要做單人表演，亦都唔夠錢咧，即係唔夠 budget 啦嚇。帶一個專業嘅 dancer 過去，咁所以我哋就喺威尼斯嗰度咧揾咗個威尼斯人俾我哋。咁呢個威尼斯嘅人咧就身形比較龐大嘅，咁所以咧佢出嚟個聲音咧係非常之唔同啦，非常之有趣嘅 experience 嚟嘅。當一件作品由呢一度呢一個即係華人嘅身體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候，同樣嘅 concept 可能有唔同嘅演繹，聽起上嚟可能唔同嘅 body 都有唔同嘅音樂。呢個就係大音犧牲想做嗰啲嘢 ，through 呢一件事去思考緊自己嘅身體。從來你都淨係用隻眼睇嘅啫，但你可唔可以聽一下咧
and then 你會唔會再發掘到一啲另外去欣賞呢個身體嘅方法咧？咁啊，好難得嘅，即係呢件作品喺我堆作品裏邊咧，係一個比較感性嘅演繹嚟嘅，因為我其他作品全部都好冷血嘅。咁啊，陣間就會見到我其他好冷血嘅作品出現噶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度我哋由一個身體轉咗另外一個身體，唔係一個身體轉咗另一個身體轉咗去做一個聲音。我哋用個耳聽到啱啱，而我去睇表演嘅時候咧，我哋都用個眼睇得到。我哋出現咗兩種感官，一種感官睇，另外一種感官聽。當佢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同時間接收緊呢兩個感官，嘗試呢個 artist 嘗試 through 呢兩個感官同時間俾你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從而去睇下會唔會 trigger 到你去諗一啲嘢。Multisensory 喺呢一度或者喺Art and technology 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element 嚟嘅。但係 multisensory 係咪真係只有響 art and technology 做得到咧？固之然係因為 technology 嘅元素可以 enhance 到呢件事。但係咧，我頭先講過，我自己好中意嘅 Francis Bacon 咧，或者應該咁講，德勒茲即係一位法國嘅哲學家，佢去睇Francis Bacon 的作品的時候，其實他就出了一本書，就是這本書去講 Francis Bacon 的作品。 Francis Bacon 的作品呢，在一幅畫裡面其實已經 compress 了很多的 sensory， 然後是塞給你去讓你去嘗試去，不是只是得個睇字，你直頭可能 feel 到他的，或者即可能 feel 到他的血肉模糊啊，或者 feel 到他直頭嗰一刻嗰個情緒各樣嘢。這個就是即在德勒斯的口中應用Francis Bacon 可以由一幅畫裏面做到多個感官的 experience， 這個很重要。如果我代著這個 concept， 當然三聯畫，如果大家有認識 Francis Bacon 的三聯畫的話，即在德勒斯的眼中就更加特別了，因為平時我們看三聯畫的話，即可能覺得它應該就是有時間性的，即可能又或者應該是先有一二三的，但是在這一本著作裏面其實都有解釋到其實不是的。但如果即再想留意多一點的話，其實可以再看這本書了。但是呢，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也都回應，即我開始去想我要做這件回應 Sir Wilson 的作品，我就已經立刻想到這一本書，因為當時讀書讀得很辛苦，要看一個即英文的版本，然後看不明白又看中文版本，誰知看完中文版本再不明白一點，又要再看個英文版本。但是呢，我抽埋即中英文響曬度啦。咁你見到德勒茲佢形容即 Francis Bacon 嘅時候咧，有一個我覺得好正嘅地方，就係咧，我哋放棄咗我哋身體嘅功能。咁點解會咁講咧？即佢有一個 terms 好正，就係叫做一個冇器官嘅身體。其實唔係代表你唔好用你嘅身體器官嘅功能，而係將佢 compress 埋一齊，是一個 single individual。隻眼其實可能係個觸覺嚟嘅，個觸覺可能都係一個視覺嚟嘅。當你畫畫的過程的時候，其實是混在一起的，才將它 mix 在一起。因為你創作的時候，你不會單點一秒鐘完成那件作品，它也需要一個時間性在這裡。所以這種這樣的情緒中間要再轉換的話，其實 through 這一個這樣的解說出來的作品很難不是 multisensory。 所以在剛剛這本書的形容，其實有個 terms 我非常喜歡，就是haptic vision， 即如果中文的話是觸覺的視覺。觸覺的視覺其實是一個 很 new media 的東西的，因為 我可以摸得到的視覺，即等於剛才我們可以聽得到的身體，可以看得到一些空氣，這種這樣的狀態。那這個 haptic vision 呢，稍後呢我會再在講我的作品，即講在 Sir Wilson 那件回應 Sir Wilson 的作品的時候呢再講多一點。但是那件作品呢，其實咧係我暫時叫佢做即三部曲先啦。咁希望冇第四部曲，因為我盡量制止自己第三部曲就要完啦，因為唔想太沉氣講太多。個 reality 嘅三部曲，呢個 reality 嘅三部曲咧，其實第一部曲咧而家就喺 MOA 嗰度展覽緊，就係、是、Landscape of Cloud。咁另外一個咧，其實都係喺LCSD 的體系裏面的其中一個場所，就是 VAC， 就是視覺藝術中心那裡展出的，就是2018年的時候 Shuffle Reality。 咁去到最後呢，就是今天在 MOA 展覽的Artificial Reality。
咁呢三部曲其實講緊嗰啲都圍繞差不多嘅一啲嘅理論，只不過就係將嗰個理論慢慢再去擴展，或者喺唔同嘅年份嘅時候咧，我哋又見到唔同嘅嘢。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咧，由第一部曲開始先。雲圖景象即可能，如果大家有去過，就算大家冇睇過，可能都見到身邊啲朋友咧會影下相啦。咁有兩個字，有一個自媒體同埋一個正經嘅媒體咧就。唔覺意就話雲圖景象係林嘉欣做噶啦，咁呢個就最正啦。即係大家掛住影相，咁但係好多次大家掛住打卡去影呢件作品嘅，成就咗呢件作品嘅。點解咧 ？OK， 第一樣嘢，呢件作品咧，其實個樣啦，當然如果你陣間完咗之後靜靜雞可以望下上去我 website 嗰度望下我啲作品，係唯一一件咧有樣嘅嘅作品嚟嘅，其他嗰啲都好唔靚仔嘅。哇！有雲喎 ，Keith 做嗰啲作品好 poetic 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佢裏邊嘅內容咧一啲都唔 poetic 嘅。Surreal 一個最大嘅開始咧，其實咧有好重要嘅 element 就係 Sigmund Freud， 即係弗洛伊德。咁如果大家大家即睇展覽或者之前睇過 Surreal 神秘展覽嘅話咧，我諗都大概略知一二，就係弗洛伊德喺整個超現實主義嘅運動裏邊咧嗰個作用究竟係點？但係咧。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這、一個，可能大家有你會形容啲朋友或者俾朋友咁樣形容嘅，你 ego 好大，咁唔知道有冇聽過呢一句嘢啦嚇。咁呢一個咧，一個我哋叫做即響佛洛響嘗試去解説佛洛伊德嗰套理論嘅時候咧，有個叫做 mental iceberg 嘅嘢。咁你咩叫 iceberg 咧？咁當然即呢個冰川啊，咁露咗出嚟。見到樣子那些呢，其實就是你見到他的時候是怎樣。譬如我們形容一個人的時候，就是那個冰川露出來是什麼樣子，但底是什麼樣子，即是潛意識。 OK， Surrealism 最重要的一樣，即是最重要的開始，就是基於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的理論。咁如果這裡你看不明白什麼叫做 ego， 什麼叫 super ego， 什麼叫 ID 的話呢，咁去到今時今日就有第二個理論，就是基於 social media， 這個就很容易理解了。雖然我都覺得勾勾地的了，開始。譬如你 ego 的話，你平時見到它是怎樣呢，那個就是個 ego 來的了。但是當然都有略有少少是浸在個水底裡面的。Facebook 啦，他說的。那 Snapchat 還在用的嗎 ,OK? 那跟著 super ego。我開始有些東西已經有一半一半了，其實已經收埋了，不是很見到它，有時見到它，有時見不到它。打開你朋友的 Instagram 大概都了解到的，即有時 你覺得它很愉快很開心，但其實它可能一拍完張照片或者拍了張照片那一刻，其實都已經不是那麼開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個 ID， 即是個潛意識。潛意識在哪裡呢？這裡呢，當然整這個圖就是我他人的圖，這個圖就是外國的媒體做，下面一批是 Reddit 來的。如果我們套用在香港的話，潛意識的 social media 呢很直接，那個叫做連登。因為大家都不會有真身，裡面說什麼呢其實都不會知道你是哪一個收埋曬嘅，即係譬如你找我的連登 account 咧，我保證你找不到，因為我冇。OK， 係啦，咁但是咧喺呢一度咧，那個 ID 喺呢一個連登嗰度，嗰個 account 咧發生緊嘅嘢咧，其實某程度上面就係代表佢嘅潛意識。可能你平時見到佢，喂、都正正經經嘅，但係原來佢嗰個連登嗰個 account 咧極度火爆，咁呢個就係佢潛意識。原來一路收埋緊自己，但係可以通過喺個 social media 嗰度發生，呢、這個就構成咗啦 landscape of cloud 嘅第一個部曲，即個reality 嘅三部曲嘅其中第一部曲啦。咁因為我想講緊嘅就係咧，我哋嘅 virtual 嘅世界同埋 reality 嘅世界，因為 social media 嘅出現咧，開始變得模糊。點解咧？我哋睇下呢個係2015年嘅時候，其實呢件作品2013年嘅時候做咗第一個 version 嘅。嗰陣時個雲咧係咁大到嘅啫。咁因為嗰陣時要喺歌德學院嗰度展覽，咁我就做一個 prototype， 我試下睇下會唔會做呢一件作品先。咁點知又唔係好 friend 啦。咁我就冇展出呢件作品，做咗另外一件作品，陣間會見到嘅。好彩我做咗另外一件作品。咁這個就是2015年的時候在 PMQ 的 Detour 那裡做的，因為他知道我個策展人知道我做了一個小的版本，他就問、你完整的版本要不要試試在這裡做啊？
咁當其時咧，就係要我用2015年用咗一個 overhead projector 去做個 interaction， 係有 live 嘅 interaction 嘅。而呢個 live 嘅 interaction 點樣造成嘅咧？我會邀請嗰啲人，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影張相 upload 咗上去個雲端嗰度嘅話咧，咁好 straightforward 啦，雲端即係真係整嚿雲俾你，冇易理解啦。咁放你想影相嘅 object 上去呢個 overhead projector 嗰度，咁跟住再 upload 有個攪攪嘅 upload 上去個雲，咁嗰個雲就會吸咗件 object 個顏色上去個雲端。project 上去啊，呢個都重要啊。project 呢件事，因為響即 segment four 嗰度，呢個字都相當之響個論述裏邊好重要嘅。咁啊，呢一度咧，即係當然，如果你想打自己卡嘅話，咁你成塊面瞓落去嗰個 overhead projector 嗰度就 upload 嗰個肉色上去啦。咁但係咧，放咗個顏色上去之後咧，其實你以為個 virtual 世界就唔理，你以為個 ID 做緊嘢，即係你響連燈 upload 咗冇事。但其實咧，你 upload 咗上去之後咧，呢一啲嘅現象咧，其實都個顏色會 reflect 翻落嚟個真實個世界嗰度 ，and then 其實又影響翻個真實嘅世界。And then 影響可能影響埋真實嘅世界嘅行動、思想各樣嘢，咁所以咧呢一個 landscape of cloud 咧望起嚟彷彿咧就好打 cut 一步，又好有詩意。咁但係咧其實咧正正就係講緊嘅呢一樣嘢，我哋因為已經狂 upload 到我哋打開個 Instagram 咧，其實都唔知道真定假，那個 virtual 嘅世界同埋。個真實嘅世界嗰個 boundary 越嚟，因為 social media 出現越嚟越模糊，因為呢種打卡嘅文化出現越嚟越模糊。Landscape of Cloud 出現咗好多個 layout 嘅，咁即甚至乎我直頭轉咗做另外一個狀態添嘅，就係、是、你但係講緊嘅現象其實係一模一樣嘅。Cloud and Cloud 呢個我自己相當中意啊，咁但係可惜即係呢件作品只剪過一次，一路都係運輸嘅問題，咁我稍稍跳過啦，因為喺 MOA 梗係要講 MOA 呢一件啦。OK， 2021嘅版本，但係我會咁形容嘅。如果要再剪嘅話咧，你唔俾個咁樣嘅空間俾我嘅話咧，就已經對呢個 version 唔住啦。因為咧呢一個版本放喺呢一個空間咧，其實係完全 complete 咗呢件作品嘅 concept。因為咧，大家如果有見過呢件作品相都好啊，喺上邊咧其實有個天，即係天窗。咁啊，天窗你一抬頭望上去就一個真實嘅雲，你見得到。咁人頂咧下邊就係一個大家虛構出嚟嘅雲。我講緊嘅就係真實同埋虛擬嘅世界嗰、那個 overlay， 以至到個 boundary 越嚟越模糊。咁呢一件事就喺呢一個場地嗰度完全展現到出嚟，雲真嘅雲，假嘅雲。下邊呢一個 interaction 咧就冇再係一個 冇再係一個 overlay projector， 我直接攞 social media， 冇現場嘅 interaction 發生嘅，只有虛擬嘅 interaction 發生。大家話自己喺 MOA 喺 Instagram 度 tag geo tag， 我喺呢一度間相，嗰張相就會喺呢一度俾我夾咗出嚟，然後九個顏色 upload 上去呢九朵雲嗰度，個顏色再 reflect 翻落嚟。咁啊，呢張相大家就應該都冇乜機會會見得到呢個狀態咧，因為應該都已經刪咗管嘅啦。咁啊，除非即係紅雨開唔開嘅 MOA， 好大雨咧，好陰天咧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呢個狀態。再加埋呢個鋪車塔再黑啲添啊，呢一度。咁可能我跳過一下先，呢啲製作花絮就可以即係有時間就睇。這個即係新鮮滾，就係前個禮拜嘅時候拍嘅。咁其實有少少陰天嘅，都仲未剪接，見到我哋喺度上上落落。Landscape of Cloud 在 Reality 嘅三部曲咧，開始講緊個 Virtual 同埋個 Reality 有少少模糊。喺第二部曲咧，我再夾多一個死咗嘅學者出嚟鞭屍。咁咧就係咧，呢、這個媒體學者咧，其實講好多好正嘅嘢，喺新媒體嘅論述裏邊咧，其實都好重要。其中一個咧最簡單，因為佢基本上係傳媒學咁滯嘅。咁其中有個理論咧就係 acoustic 同埋 virtual， 咁仿似好深奧嚇，咁但係其實好簡單嘅啫。我而家同你講緊嘢，你現兜兜聽到我講乜嘢 ？OK， 呢個最真實，冇得改嘅。我就算加埋個變聲器咧，你都係見到我喺度講緊嘢。由一個聲音轉到一個聲音，即傳播呢種狀態 ，acoustic 咧就係咁樣啦，聽到嘅，好真實咁樣發生喺你面前。
virtual 嘅 space 咧，喺 Michelle 嘅理論嗰度咧，就係我見到嘅畫面，即係所有見到嘅畫面都可能可以被改嘅。就算你當其時好多年前未有 Photoshop 都好咧，其實都有修圖嘅功能噶嘛。咁所以佢會提出一個理論，就係喺個 virtual space 嗰度嘅話咧，喺媒體學上邊嚟講嘅話咧。我哋都可能會有造假嘅情況出現，或者喺 acoustic space 嗰度嘅話咧，其實未必會有。但係今天呢個理論點解會話邊絲咧？就是、因為咧，其實喺 deepfake 嘅深度造假嘅技術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聲音都可以改變到。咁所以 acoustic space 咧，其實都可能會變咗做 neo 嘅 acoustic space， 會更加要再去質疑呢一個咁樣嘅媒介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件作品咧 ，Shuffle Reality 咧，其實就係基於當其時我一嗰陣時仲係喺 City 嗰度教書咧，其實要做好多 research 嘅。咁樣其中一個我講緊媒體學嘅時候，媒體學同埋新媒體嘅時候咧，我係借咗 Michelle 嘅 acoustic space 同埋 virtual space 去講。咁其中一部分咧，咁啱我又佢揾我做呢件作品，佢係想講緊城，即係佢嗰一次嘅 topic 想探討城市。咁但係城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都繼續想做 virtual 同埋 reality 中間嗰個城市，究竟會唔會又係個界線好奇怪咧？因為當你而家我諗你出街大部分嘅時間咧，都可能會揾到呢個狀況，就係有個人咧一路揸住部手機係咁望住個電話，跟繼續行。OK， 咁究竟佢係喺身處個世界，究竟係喺佢手機裏邊嗰個世界啊，定係佢行緊路嗰個世界咧？咁呢個 shuffle reality 嗰個狀況其實好有趣，咁我就中文名其實我就抽水嘅，咁啊借咗雅思嘅一篇短文，咁但係我記得咧，即係因為嗰陣時我間晚都走咗去 sit 下雅思嗰啲堂，即係俾 secure 攔住都要入去聽下，但係咧呢一個我好記得個狀態就係因為佢講裏邊咧瞓醒嘅時候咧。又或者瞓緊覺嘅時候咧，總之即係迷迷糊糊嘅時候咧，我對一個城市嘅印象可能係嚟自我係發夢嘅。可能我去過加拿大，即係或者甚至乎移民過加拿大，唔係我講緊我啦嚇，即係個篇文講嘅。去過加拿大，或者喺唔同嘅地方都駐留過。And then 我哋嗰個印象、嗰個記憶嘅城市咧，其實係 patch up 出嚟嘅，其實係虛構嗰個城市，可能係嚟自 Vancouver 嘅某一棟樓加香港中環嘅某一個 building 咁樣 patch up 咗埋一齊。發夢嘅時候會見到呢一個咁樣嘅城市，但係唯獨是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你發夢，就算你發醒都好，嗰個印象喺度咧，但係你有一個 media， 你一定唔會覺得你抽離咗個城市，就係你行緊街你聽到嘅嘢。咁所以咧。喺呢件作品嗰度咧，我就用咗聽呢一件事去做。咁其實呢件作品真係好老實講嘅，即係今日 VAC 嘅朋友如果有聽緊嘅話咧，我對你哋唔住，因為嗰陣時佢揾我可能想要啲平平白白嘅作品啦。咁但係呢個我又做咗啲好濕圖、好靜態嘅作品。咁啊，因為基於我嗰陣時一個 research， 咁我就揾咗三位朋友仔，老中青三代啊，即唔係老嘅 ，sorry 啊。即年紀三層啦 ，OK， 三代人，三個嚟自唔同嘅媒介去行一個城市 ，and then 佢行嘅一個城市嘅時候咧，我會攞佢睇到嘅嘢同埋聽到嗰啲嘢，即 acoustic space 同埋 virtual space，and then 我將佢 patch up 埋一齊睇下佢行緊個城市個雕塑係點樣，個聲音雕塑係點樣樣。夏永康啦，即影相啦。咁佢當然用隻眼睇啦比較多啲，我好有興趣睇佢睇咗啲乜嘢咁，但係原來佢聽嗰啲嘢再特別啲。咁 and then 俾佢再年紀細少少嗰陣時候，我揾咗當其時嘅號外嘅主編啦，即係 Nicole 咯。咁佢因為佢揸筆嘅啫嘛，咁佢行個城市可能又唔同，佢又揀咗深水埗去行。咁 and then 我再揾咗一個音樂人，咁就係口琴界嘅。巨子啊，即系 C Y Leo 啦。咁佢去行嘅時候，佢行佢屋企自己附近，原來又聽到唔同嘅嘢，甚至乎聽到佢喺度一路喺度哼歌啦。咁所以大家喺唔同嘅，即係就算喺香港行緊唔同嘅城市嘅時候咧，我都睇到唔 exactly 可能真係聽到呢個城市發生緊啲乜嘢，但係呢個城市發生緊啲乜嘢，加埋佢自己嘗試發掘緊啲乜嘢，咁所以其實都好 patch up。去到呢一度啦，講第三部曲啊，即係 artificial reality。
這個其實我應該收埋啲字先嘅，我應該好似 slate 咁樣樣咧問大家呢個問題嘅。咁呢張相咧其實係 slate 嘅一張合成嘅相嚟嘅，當其時佢就去問佢啲讀者嗱約千名啦，但係幾多就唔知啦嚇。咁問喂你有冇見過呢張相？咁居然咧就有47% 嘅人咧就話。有發生過，記得發生過呢件事。有26% 嘅啲人直頭覺得話：，哇！我記得呢張相啊，正。咁但係呢張相假嘅。OK， 咁再得意啲咧，就係有一個人直頭話：，啊，我覺得奧巴馬做得好好啊，嗰啲咁樣樣。最抵死就係最底嗰度嗰個 percentage， 有50% 嗰啲人咧，佢係相信咧呢件事有發生過。即是話咧，你睇下上面有47% 的人記得發生過這件事，即有3% 的人都不輸話，但都相信這件事發生過。這個調查2010年做的，在這裡呢引致到我們有很多，因為我們現在很容易，即我們的技術比較 advanced， 我們很容易合成到一些東西，不包括合成到這一張照片。那我看看這個，大家一起估吧，有一個真有一個假，哪個假？都有人指嗰邊 Donald Trump， 咁咧其實呢一個都好明顯嘅，因為佢技術就比較落後少少啦。咁啊呢個都好幾年前噶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又再做一個新嘅 series 咧，完全幾乎分唔到咁滯。其實嗰個係假嘅，這個係真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呢條 link 嘅話咧，陣間我係 share 俾大家。佢裏邊有好多關於 deepfake 嘅嘢去講。咁但係呢一種咧，我係凡事歸類為 synthetic。media 即係合成嘅 media， 咁啊講好似好深啦，咁但係因為咧 synthetic media 咧喺我個即個技術嘅層次嗰度咧，其實已經做好多嘢，就係、是、即包括埋陷入咗一啲嘅 AI 啊、machine learning 啊、甚至乎 GAN 啊，即係噏完大家都唔知咩嚟嗰啲咁嘅高科技電子零件啦。咁但係咧呢一樣嘢咧 ，exactly 就係我想講呢一個三部曲呢件作品 artificial reality 嘅一個 starting point 嚟嘅。於是乎，我諗起呢一本書，咁而仿物與仿真體，布希亞，我自己非常沉迷布希亞書。當然有佢有啲嘅理論，我自己都未必能夠完全同意。咁但係咧，佢喺呢本書嗰度講過一句嘢，我先 call 咗呢一句嘢先，就係咧佢講緊咧就係原來反映原真實嘅仿真體。咩叫仿真體咧？咁即是頭先嗰張相，可能係一個仿真體咧，可能已經危害到。我哋嘅原來嘅真實，甚至乎係取代咗原來嘅真實。如果大家唔知咧呢一個布希亞呢一本書究竟係講啲咩嘢嘅話咧，而係有一條片你應該可能會睇過一套電影，就係、是、Matrix。咁咧 Matrix 咧其實係佢擺到明咧就係、是、用呢本書作為一個文本去寫嗰個編劇嘅，甚至乎有一幕直頭擺咗呢本書喺度。咁當然布希亞嗰陣時未死啦嚇，咁就話你解讀錯咗啦咁樣。咁但係總之就係 Leo 見到嗰啲嘢全部係假嘅，拼湊出嚟嘅。咁而家我哋要討論嘅就係呢一個狀態。頭先我講嘅就係原即係好多真實咩真實咩真實啦。咁原真實，我哋原本有嘅真實，即係我今天可能同你企喺呢度，我暫時啊，暫時覺得呢一個係原來嘅真實。另外嗰個另外一種嘅狀況就係開始升級啦，就係、是、佢做一張相出嚟，即係譬如你影咗張相，翻去執一執，整到自己好瘦好靚，嗰、那個都係反映緊你某部分嘅真實嘅。但係當我哋再升級嘅話，好似頭先奧巴馬嗰張相咁樣，嗰、那個已經係。反映部分的真實嘅啫，值得嗰兩個樣同埋嗰個地方是真的，其他嗰啲嘢冚唪都是假的。去到最終極，布希亞講的超真實究竟是咩嚟咧？佢已經冇反映到原來的真實的任何嘢，佢完全是拼湊出嚟。咁喺呢個狀態嘅底下咧，咁我哋望到呢個真實究竟仲係咪真實咧？而我想講的就是咧，好簡單，喺我件作品嗰度點樣回應 surrealism 咧？我喺平時。怎樣 learn 這個世界的？我們可能去看一些的 media， 我們可能翻學聽人講嘢，我們如何 learn 這個世界，最後呢我們 learn 到的東西就會構成了我們的意識，同時間構成了我們的潛意識。當我們現在去 learn 這個世界的時候，只是會看手機，只是會看電腦電子媒介的時候，我們 learn 的那些其實是電子媒介給我們。當有一天這個電子媒介，這個巨大的伺服器，這個 server，
他原來有意識，甚至乎有潛意識，他自己 create 很多的 synthetic media 出來的時候，我們接收的這些我們以為的新聞，我們接收的這些以為的真實，究竟是否真實呢？因為它已經取代了原本的真實。所以這一件事就是在 Artificial Reality 裡面我最想說的那些如果大家有 Netflix 的話，我建議大家看其中一集，就是它有個 documentary 就叫做 Connected 的，裡面有一個 第四集就叫做 Digits，裡面有個學者，其實那個學者其實是 computer science 的，他去 study 很多一些 algorithm 去找究竟哪些是假的 media 的。他有一句話呢我起了雞皮的，就是現在的狀況 synthetic media 和布希亞講的那個超真實，最嚴重的狀況就是不是我們覺得或者開始會去想那些假的東西是真，而是去到最後我們覺得真的東西呢都可能是假。咁呢、這個狀況其實而家已經出現緊嘅啦，都唔使 artificial reality， 唔使覺得係一個未來嚟。我一齊睇下呢件作品啊！但系咧未有完整嘅版本，我哋只能夠睇一個剪到好似好型嘅版本啦。咁啊，裏邊有六個機械臂、六個 monitor 同埋六張台。呢六張台都呼之欲出噶啦，佢係一個 learning 嘅台嚟嘅，即係一個學生台。古之前係老嘅老式嘅教學台啦，學生台啦，上面有一個好新嘅 media 科技嘅六個機械臂，裏面嘅畫面咧其實有幾個層次嘅，其實都係嚟自我呢個 reality 嘅三部曲，第一部曲個雲，所以你會見到有啲雲可以出現，因為如果 synthetic media， 如果人工智能呢、這個人工真實真係有潛意識嘅話咧，佢要 create 整個世界出嚟，而呢個整個世界由咩開始呢？由個天空開始先。咁跟住 ，and then 我哋開始可能 create 一啲嘅 landscape 出嚟 ，and then 我哋開始會 fill up 一啲嘅唔同嘅顏色俾佢。到最後咧，佢 create 咗曬所有呢啲嘢嘅時候咧，再掉翻落去俾我哋 learn 緊，俾我哋去 learn， 或者甚至乎教完你之後，你再教其他人。咁呢個就係、是我喺呢件作品嗰度想講嘅嘢。咁至於你去睇呢件作品嗰度會 learn 到啲乜嘢，或者 perceive 到啲乜嘢嘅話咧，咁就～看看你們會有什麼其他的回應了。我剛才講過就是在那幾件作品那裡，即除了這個 我隆重介紹完我這個的 reality 的三部曲之後，裡面其實有很多作品我們都會見到，即由這個的大音犧聲由一個 media 轉了做另外一個 media， and then 嘗試去好像 Francis Fickle 因為有 new media 的幫手，我們可以將很多的 sensory 放在一起，and then 去做一件作品出嚟，有 multi-sensory 出現，去 generate 一啲 sensory， 有嘗試去 offer 去講緊一啲嘅 topic。咁對我嚟講啦，響或者對好多從事新媒體藝術創作嘅朋友嚟講咧，佢見到嘅世界咧，我再播多一次，就係呢一個世界。就係佢望到啲乜鬼嘢咧，都覺得係 data 嚟。他可以將所有東西變成 data， and then 將所有東西變成 data 之後，將這個 data 變成其他東西，即包括了我看的身體明明是一個高低起伏來的，但我覺得它是一個 cm 來的，即是一個距離，甚至乎是一個 pixel 來的，接著 and then 我再將這個 pixel 變成音樂。所以在新媒體藝術裡面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數據。咁呢個數據邊度嚟嘅咧？咁頭先當然即係大音犧聲，可能嚟自即我哋身體啦。響呢個嘅 landscape of cloud 嗰度係嚟自 social media， 就係 Instagram 啦。咁我哋還原基本部，睇下其中一個數據響邊度咧，就係嚟自我哋嘅大自然。咁我哋由淺入深啊，呢一度咁雖然都唔會去到好深。呢件作品咧就係我頭先講話，即係除咗我有個人作品之外，有時候有團隊嘅作品咧，就叫《導浪隨風》。其實呢個係幾年啊，哇都好耐，2016年嘅時候嘅一件作品嚟嘅。當其時咧，我哋就係、是之前喺台灣月咧，會每一年應該台灣咧會每年喺香港嗰度搞一個叫做台灣月嘅活動，將台灣好睇嘅劇啊、節目啊帶過嚟香港先，譬如佢帶好多次《雲門舞集》過嚟啊。帶甚至乎帶啲美食過嚟咁樣樣啦，將台灣嘅正嘢喺香港嗰度 present。
咁啊嗰陣時就揾咗我哋團隊，因為我哋團隊香港同台灣啊啱啱好，咁啊做咗一件作品就去 present 台灣呢件事。咁但係我哋諗緊，哇！我要帶啲乜嘢台灣嘅正嘢過嚟香港咧？咁冇理由帶件鳳梨酥啊！即係我哋做件作品，咁我哋就諗會唔會帶台灣嘅風過嚟啦？咁我最記得我哋傾嘅時候咧，我哋一路開頭都唔知帶咩好啊！咁啊去到一個搞笑嘅位咧，就係、是、不如帶金城武過嚟啦咁樣。咁因為個唔係 exactly 帶金城武，因為金城武幫嗰陣時幫台灣咧拍過一條片咧，就係、是、台東。咁咧踩個綠草如茵嘅，即係喺個綠草如茵嘅地嗰度踩單車。咁啊，喂，風都幾正喎！但係點樣帶個風過嚟咧？咁我哋做咗呢件作品叫《稻浪隨風》啊，原本唔係呢個 version 嘅，咁但係因為啲場地啊各樣嘢咁樣有啲可惜啦。咁但係咧呢件作品嗰個 idea 就係我哋 through 去攞天文台嘅數據，台東天文台嘅數據。佢啲風嘅 data 有風向啦，有風速啦。咁呢個風 through 咗呢個太平洋過嚟，係咪太平洋啊？是但啦，總之個洋。OK， 都吹咗過嚟香港，數據啫。喺香港再吹多一次，或者喺香港吹出嚟。咁於是乎，我哋做咗呢件裝置，一台東係好靚嘅稻田啦。咁我用咗一個稻田嘅意象嘅 insulation。然後你見到佢而家喐嗰個方向啊，或者佢嘅速度，甚至乎現場你其實聽到一啲沙沙聲，好似吹風吹緊咁樣。其實係 real time 現兜兜即時喺台灣嘅天文台嗰度攞出個 data 過嚟。咁所以你見到喺銅鑼灣成品嗰度見到呢一件作品咧，其實就係台東嘅風點樣吹緊，喺銅鑼灣呢一個裝置就係點樣行緊。咁所以我會望到，雖然望唔到風啦，咁但係當佢被轉換成為數據嘅時候咧，我哋再將佢變咗做一個實體，變咗做一個視覺，甚至變咗做一個聲音。咁呢個就係我上年做嘅另外一件作品嚟嘅文學季。咁佢上年嗰個文學季嘅 topics 咧就叫做離流之間文學城市藝，即係佢做咗好多年嘅嘅。咁上年佢就每一個 artist 咧會被 match up 一個作家嘅。咁有時呢個作家同埋個 artist 咧會傾下偈，睇下會做啲乜嘢啦。咁但係好多基本上都唔傾偈嘅，即係好似我咁，我就冇同個作者傾偈啦。咁因為佢係台灣嘅，即係一個我自己非常中意嘅作家胡晴芳。咁啱嗰陣時我有睇到佢嘅一本出版就係《群島》。咁我抽咗一個章節咧，其實佢抽咗一個章節，有一個故事咧，就講個男主角咧係一男船員嚟嘅。咁佢就一路咧就係喺個一望無際個海嗰度咧，其實都揾唔到自己嘅存在，唯獨是佢上一望嘅時候咧，佢先至覺得咦，我仲 alive 嘅咁樣樣。甚至乎佢去到岸邊上岸嘅時候咧，人哋問佢喂你係邊度人啊？咁樣上咗高雄岸，咁你係咪台北人啊？咩人啊？咩人咁樣樣？咁呢個感覺好深刻。咁我好少，又係好少做啲咁 poetic 嗰啲嘢。今次 poetic 一次啦，又咁因為我記起咧就係咧望住個海呢件事嘅話咧，如果我有機會去到一啲嘅展覽，即係出國做一啲展覽嘅時候咧，通常唔知點解都會遇到啲岸邊。咁啊，岸邊坐喺度喺度等 set up 嘅時候咧，你就會聽到啲浪拍埋你嗰個聲。咁就有一種好似翻嚟嘅感覺喺度。咁於是乎我就將呢一個咁樣睇完個篇文之後，這個即係我自己 echo 翻我自己嘅諗法咧，我做咗呢件作品。又單出約星期係《禮記》裏邊講嘅嘢嚟嘅。呢句就係本書裏邊其中一句啦。我暂时咩都唔讲，就咁听下先。如果我乜都唔講，就俾大家望住呢個，好似我個即係裝置咁樣樣啦。佢咁啱好似一個船咁樣樣，望住一個圓形嘅 projection， 望住個海。咁你應該以為配樂嚟嘅啫。
咁都實質上邊都係一個配樂嚟嘅，但係佢點配出嚟嘅咧？呢、這個我就揾咗個朋友揸咗個鐘，走喺東龍島嗰度，即最即彷彿係應該 wish 到嘅最東邊嘅嗰度，影住個岸邊拍埋嚟嗰個浪花。咁跟住咧，我就用咗呢我讀 New Media Arts 嘅 Master 嘅時候咧學嘅一套方法，就係、是、motion tracking。咁因為咧，其實咧我哋聽到浪嗰個聲咧，就係佢拍埋嚟嘅時候，有一個浪湧埋嚟。咁我諗緊啊，如果我唔直接播嗰個浪嗰個聲，而係我將佢變成好似音樂，但係呢個音樂係嚟自個浪自己本身個運動嘅話，會係點樣樣嘅咧？咁我就將呢一個畫面分咗做好似一個樂譜咁樣。當呢個浪嗰個運動嘅大幅度經過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就彈邊一粒音。譬如而家呢一個將會出嚟嘅咧 ，F 三，即係高少少，即係中間嗰 part 嗰個 F， 即係個 major F 啦。咁人哋咧，我將呢個 F 咧，即係當然我就可以就咁彈一粒音 F。咁但係咧，我就借咗另外一個音樂家 Olive Arnon。佢一套 algorithm， 因為佢嘅 F 咧，佢再會加埋幾一個 calculation， 一個 algorithm 出嚟咧，佢有五粒音左右咧，就會係一個 harmony 嚟嘅。咁所以你聽到 F 出嚟，佢彈咗五個音前後。咁所以咧，其實呢段音樂咧，我冇配俾佢嘅，我只係將呢一個海浪變咗做一個 data， 個運動變咗做一個 data，and then 將呢個 data 變咗做一段音樂。At the end of the day， 其實我會解釋為這個浪它自己彈一個樂章。那這個樂章呢，我最後有將它再 generate 了，變成了一份真的樂譜的。那自己試一下我琴我彈，也都 OK， 彈慢一點彈快一點。那現場我都沒有放這個解說在這裡，就是有放的，但我閉埋了一邊，因為我不想大家覺得、啊、原來它是 gen 出來的，不是配樂，我只是想讓大家你 feel 到這個浪它自己產生的一個聲音。同樣的事情呢，其實都是來自大自然的浪，大自然的數據。講一下第二些 artist， 這件作品叫 Years， 很多年前，十年前我很喜歡到現在的作品。我一聽都是好像我剛才的作品一樣，聽到不知道什麼聲音。咁頭先我哋聽到浪嘅聲，今次翻翻嚟岸邊，我哋聽樹嘅聲。但係點聽樹咧？樹有即可能你以為樹紋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位 artist 將個棵樹切咗落嚟，然後一個橫切面切咗出嚟係咩？有年輪，年輪代表呢一棵樹嘅 history， 代表甚至乎係佢呢一棵樹響所在地嘅一段歷史。而呢段歷史，如果將佢變成做音樂嘅話，聽起嚟會係點樣呢？其實即等於我聽緊一棵樹，佢咁多年以嚟被佢斬之前啦，俾人斬之前啦嘅一段歷史嘅音樂。咁所以其實又係相當之 poetic， 即係佢將個年輪，本來我哋視覺望到嗰啲嘢，用一個都係 light tracking 嘅方法變咗做一個數據，然後再將呢個數據變咗做我哋而家聽到嘅音樂。我哋成日都會用呢啲嘅，即新媒體藝術裏邊成日都會咁樣應有啲咁樣嘅手法，就係、是、原本我哋慣咗睇嘅嘢，我哋可唔可以聽一下咧？譬如好似呢一個咁樣嘅，或者原本我哋聽嘅嘢又可唔可以睇下咧？或者睇下嘅嘢可唔可以摸一下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 trans 呢一個感官。咁啊，數據呢啲嚟自大自然，我哋好容易理解。另外一個都好容易理解，會構成數據，就係、是、嚟自我哋人啦。咁啊，呢件作品就係我2017年嘅時候響光影香港嘅，就個中文名就有啲 old school 啦，就叫 Lumiere Hong Kong。啊，都係法啊，即都係法國嘅組織搞嘅。咁啊，當其時又揾咗，原本就揾咗五個 artist。就搭配五個香港的 heritage， 咁就嘗試去演繹呢個 heritage 嘅故事。咁啊，顧之然叫得做光影香港，亦係想做 lighting art 嘅。咁啊，呢一度啦，呢件作品係個 top view 嚟啦。咁呢度係一個側 view 嚟嘅。咁如果大家即大家都有可能大家都知道邊度係 PMQ 啦。咁 PMQ 佢嘅 history 就非常之
straightforward 啦，就係由我哋認知嘅學校，去到變咗做警察宿舍，去到變咗做而家嘅 creative hub。但係 before that 咧，可能比較少人講嘅就係原來佢係一個城隍廟嚟嘅。咁即係由城隍廟去到一個學校，去到而家變咗做一個 creative 嘅綜合場所。咁呢三個 step 咧，或者三個 phases 咧，我就喺呢件作品度嘗試去講呢件事。我嘗試歸納咗做，咦，原來咧，其實呢三個領域或者三個場所咧，其實都佢有共同特都，即係有個共同嘅特點嘅，就係咧嘗試去 explore 呢個 universe。當未有科學嘅時候，我哋入廟，我哋嘗試去接觸呢個宇宙。咁啊，當有學説有科學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學校嗰度 learn 下呢個世界點嚟。所以有日心説呢個名，原來地球唔係宇宙嘅中心。OK，before that 係地心説，地心説即係地球係宇宙嘅中心。咁咧點解會話佢係一個 human being 嘅 data 咧攞翻嚟咧？咁原本係一件lighting installation 嚟嘅啫，單純地。咁啊，三個圓形係代表個三個 faces。咁但係到最後咧，個 concept 大致係咁樣樣啦。咁但係喺我今天要講嘅 data 呢一個部分咧，其實咧裏邊有好多嘅 visuals 咧，其實唔係就咁用部電腦剪片 edit 整出嚟嘅，而係 calculate 出嚟。咁 calculate 係點 calculate 咧？見到我專登安排咗兩個 dancer。咁 before 咧，其實佢已經跳緊呢只舞啦，未有呢個裝置嘅時候，我叫佢真係走啊，有一個 narrative 俾佢哋幫我編嘅只舞。And then 我再喺 APA 咧 book 咗個場地去 capture 佢哋嘅 movement。所以咧，其實啲 visual 咧有超過 60% 咧，其實係利用佢哋個 movement 咧去計出嚟嘅。譬如好似呢一個咁樣樣，陣間會再多多一個 dancer 會再上去個台嗰度，呢個第二張啊已經去到。咁當佢一上嚟嘅時候，個 visual 你會見到有啲發生。你見到點解佢會收埋嗰啲嘢嚟咧？因為佢呢個 body movement， 佢一個收埋嚟嘅動作。第二個 dancer 一上嚟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多多一個點。That's why 第二個 chapter 先，我哋以為要中心，但原來我哋圍住啲嘢轉，有兩個人可以出現。And then 去到最後咧，當呢個 technology 去到即係或者 science 啊，去到當時嘅今日咧，已經開始有 creative 嘅介入。咁我哋發現原來個 universe 咧，可能 kind of 係一個 twist 緊嘅狀態嚟嘅。咁所以有第三個圓圈出現，就係一個 twist 咗嘅環喺呢一度。咁一陣間多多少少都會見到再多少少嘅visual elements， 即係譬如好似呢個咁樣個 body movement。咁啊，題外話就係、是個個都問點解 PMQ 可以會咁黑啦嚇？咁、其實好難得嘅，因為 PMQ 真係冇咁黑嘅，咁啊應該開曬燈。咁啊嗰陣時翳咗好耐都唔肯閂燈啦，最後肯閂好少時間俾我哋，但係咧啲租户都唔會閂燈，啊我哋逐間去拍請佢哋幫手閂兩個鐘頭每日。咁咧我打定底先，這個呢個咧，原本係諗住即係 live interactive 嘅，咁但係因為咧嗰度咧實在太高啦，我哋做唔到 live interactive 擺啲 camera 喺上邊，所以我哋係 pre-record 嗰個 movement 去再構成咗呢啲嘅 visual 再擺入去。咁另外一個咧嚟自人類嘅 data 咧，咁故之然就係即係同 landscape of cloud 一樣啦，就係、我哋個 social media。咁啊呢件作品咧，其實就 exactly 咧就係我頭先講嗰件作品，我原本做咗個雲。好細嚿嗰嚿雲，但係冇做到。And then 我 fit in 咗個exhibition 嘅主題，再做咗另外一件作品，就叫做 One Day Social Sculpture。咁嗰陣覺得學院展咧嘅時候咧，都有少少，都有少少 tricky 嘢可以分享。咁大家陣間之後先，我講呢個作品先。咁呢件作品係點嚟嘅咧？你見到有一個 machine 啦。咁你見到有一堆 sculpture 啦，我唔知大家即在座有多少人聽過係有位 artist 叫 Joseph Beuys。咁 Joseph Beuys 喺幾十年前咧，有提出過一個好重要，即喺藝術史裏邊好重要嘅 concept， 就叫做 social sculpture。咁當然之後都即影響咗好多藝術嘅範疇嘅呈現嘅，即譬如即當然第一件事就係佢
唔認同咧一件藝術作品只係得一個固定嘅 format 啦，又或者佢一定係一件嘢啦。咁一個行動、一個組織都可以係一件 network 嚟，咁佢稱之為 social sculpture。咁但係呢個 social 如果唔係好似佢當其時咁樣現兜兜嘅 social， 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好真實嘅 social， 去到今天有一個 social media 嘅話，會係點樣嘅 social sculpture 咧？咁我就基於呢個狀況去，即係基於呢個 situation 去諗。咁我諗緊，喂，如果真係 sculpture 嘅話，會係點樣咧？真係 social sculpture 會唔會真係 sculpt 到一個嘢出嚟咧？咁2013年嘅時候咧，主場啱啱開始，好多嘅 interaction 都喺呢個平台嗰度發生，亦都引發咗好多嘅討論。咁我嗰陣時就攞咗呢個平台 Facebook 呢個平台嘅所有數據，每一刻有幾多人睇緊，有幾多人 like 緊，有幾多人 comment 緊，有幾多人 share 緊，呢四個數據擺咗喺呢個機器裏面嘅四個 elements。其中一個咧，唔關嗰個數據事嘅，就係左至右咧，其實係每一日嘅展覽一開始嘅時候，最右邊個 sculpture 嘅最右邊就係可能展覽10點鐘開，最左邊就係 day end 就係個展覽6點鐘閂。咁你見到佢高高低低咧，其實佢有幾多人 active 睇緊主場新聞？左右或者呢個高低咧，就係嚟自有幾多 like。同埋有幾多人 comment 緊？中間仲有啲 shaking 嘅，就係當其時 Facebook 仲有嘅 poke，OK， 大家可能會要 recall 翻好耐世紀之前，可以攬一下咁。去到最後個 positive space 咧，就係呢件 sculpture。呢個 sculpture 就係呢一班人上咗，或者有一班人上咗去主場新聞嗰一日，喺度討論緊，或者佢哋如何喺呢個平台嗰度交流緊嘅一個 sculpture。而呢個 sculpture 咧，去到最後咧，唔係就咁擺喺度就算，而係佢係作為一個我哋叫做去研究呢個現象嘅文本嚟嘅。點解會咁講咧？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先唔討論主場新聞喺某一啲嘅日子可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 topic 嘅時候咧，那個 sculpture 會特別奇怪啲嘅。咁淨係有一個 point 咧，就係咧。我即雖然呢度得好少 sculpture， 我盡量揀唔同款出嚟啦。但我有300多個 sculpture 喺我 studio， 因為即喺唔同嘅地方展覽過，一路都收埋。咁呢個 sculpture 其中有一個好大嘅共通點咧，中間可能有至少80粒啦嘅 sculpture 啦，就係咧，因為佢係時間嚟嘅，由呢一邊展覽開始去到呢一邊展覽結束嗰一日嘅結束，中間呢個位咧 around 呢個位咧就係食 lunch 嘅時間就最高嘅。即係淨係呢一樣嘢都已經係一個好嘅 culture studies 嘅文本嚟。我淨係睇呢個網絡嘅世界嗰啲人用嘅 practice， 或者可能去到某一啲嘅日子，突然之間呢個社會嗰度發生咗一啲嘢，而嗰個 sculpture 嗰個變化亦都反映緊呢個社會對呢件事嗰個討論嘅現象。咁啊，頭先嗰個好似一個好社會現象嘅解讀啦，另外一個都係社會現象嘅解讀，但係 popular 少少嘅。Landscape of City Magazine 咧，係號外第500期嘅時候咧，揾咗一啲人做封面，唔係影佢哋做封面，而係叫嗰啲人做封面。咁其中一個就係我啦。咁我俾一個結果俾大家睇先，就係呢一個。咁我 3D printed 嘅 sculpture 嚟嘅，咁人哋就。擺咗號外 logo 做咗封面啦。咁究竟成個過程係點樣嘅咧？我諗大家都應該知道號外一本咩雜誌啦，尤其是喺80年代最厲害嘅時候，全部最勁嘅明星都會上呢個封面。經過書報攤，幾乎都一定見到佢噶啦，就因為佢好大份，顏色好鮮豔，所以咧。佢幾乎係喺印刷業或者布業，甚至乎喺成個整個香港嘅流行文化一個重要嘅 icon 嚟。因為呢個封面又喺度印刷，所以我就諗緊：喂，你500期要做一個，我可唔可以將你過去499期嘅封面嗰四隻顏色一印刷，嗰四隻顏色將佢分析出嚟，然後將呢個 CMYK 擺曬喺度，好似一道風景咁樣。所以呢啲高高低低，好似一個山脈。然後每一行其實都是一期的 CMYK， 這裡總共有499期，現在在文化博物館那裡展緊的一個 version
就是500期的 version 嚟嘅，因為當其時佢未出第500期。咁咧，呢、這個就是文化博物館的個 version 嚟嘅。咁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話咧，仲喺度嘅，好似到七月上前年開始擺，前年開始擺，好似即係一路疫情一路延期咁樣。中間會見到曬成個 analyse 嘅過程，點樣將佢拆每一期咁拆散做咁多隻顏色 ，and then 每一堆嗰啲點樣變咗做一個 up and down 嘅 landscape，and then 所有 landscape 變咗做一大片嘅 landscape。到最後其實我想呢一個 sculpture 其實係一道唔單止係一個號外嘅風景，而係成個香港流行文化或者嗰個印刷業嘅文化嘅一道風景。咁頭先呢啲係人為嘅 data 啦，咁但係人唔單止係人為做出嚟嘅 data， 本身人都有啲 data， 一啲 biometric 嘅 data。咁當然本身人最簡單嘅 biometric data 頭先已經 show 過啦，就係大音犧牲呢件作品啦。咁呢一個就唔係我嘅作品啦，呢、這個我都好中意啊，零六年啦，哇，相當耐呢件作品。咁呢件作品我哋見到有一隊簡單嘅 orchestra， 12個人。在做緊演奏，後面嗰個 visual 暫時可以忘記住先，但我而家試下聽一下個聲。佢哋望緊前面嗰個樂譜咧，即當然而家好多交響樂團咧，其實前面都係個電子樂譜嚟嘅。咁佢前面都係個電子樂譜嚟，但係呢張樂譜咧係一開始演奏嘅時候咧係冇嘅，白色嘅。佢哋每個人咧都帶住一個心跳嘅感應器。呢十二個人一齊 join 埋咧。jam 咗一個樂譜出嚟，慢慢 jam， 每一刻每一刻咁 jam， 所以佢哋演繹緊咧係演繹緊啱啱佢哋嗰一刻嘅心跳個狀況。我哋成日都話啊，即係如果我哋聽音樂會嘅時候聽到好激動啊咁樣樣，咁但係演繹緊嗰人會唔會都好激動咧？咁喺呢一個表演嗰度咧，其實 somehow 都可以試下去 explore 呢一件事。咁當然後邊個 visual 其實都係嚟自 draw 翻嚟嘅心跳嘅 data 去 generate 出嚟。咁啊，心跳好容易理解啦。咁但系我哋，仲有一個比較可能都可能有少少容易理解嘅 data， 就個腦電波。Embodied Dimension 係我2017年嘅時候響一個展覽嗰度嘅 commission artist 嚟嘅。咁、那個展覽就係響深圳嗰個海上世界中心，如果冇記錯，即係 V&A 嗰個地方。咁嗰度佢第一個展覽咧，就好想就已經想回應翻呢個時代，就係同數位有關係嘅。咁我嗰陣同仲要同身體有關係。咁嗰陣時我就諗，咦，會唔會我做到一件作品咧？其實係同個腦電波有關係，而我哋可以進入到一個腦電波裏邊嘅咧，咁樣樣。咁雖然嘅片啊拍得唔係好多啊，因為佢呢個展場咧成日都發生意外嘅，即係題外話咧，我呢件作品咧，其實開幕嗰日咧上面係漏水嘅，好正嘅，所以我一路都拍唔到好靚嘅片，因為唔係漏水咧，就嗰度唔知道有個僆仔跑咗入嚟咁拍件作品。咁呢個你見到佢呢個嘅高低起伏咧，其實係嚟自某一個人嘅某一日嗰30秒嘅腦電波嘅運作。咁入去我呢間房之前咧，其實就係有一間房仔嘅。咁一個觀眾可以選擇咧入去呢間細房仔嗰度，俾我 capture 30秒嘅腦電波，又或者咧入去人哋嘅腦電波裏，入去人哋嘅腦裏邊，睇下佢個腦嘅運作係點樣嘅。咁啊，我呢件作品比較單純嘅就係咧，一個空間，如果佢可以係變形嘅話，佢可唔可以係嚟自唔係我撳個 remote， 我想去咁樣夾埋，而係嚟自嗰個人佢個腦嘅運作咧？就咁單純嘅啫，即係冇乜特別好宏大嘅即係文化研究嘅角度去做呢件作品。咁但係腦電波有另外一件作品咧，香港 artist 我都好中意嘅 Samson Young， 即係我不止一次透露，即係 Samson Young 係我香港最喜歡嘅 media artist 嚟嘅。咁啊呢件作品其實都慚愧啊，因為其實我同佢同一個表演嚟嘅嗰陣時，咁樣 APA。呢件作品個名字有啲長，我要望住 make sure 我自己唔敢讀錯啫。I'm thinking in a room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are hearing in now。咁其實係嚟，即係其實佢就借用緊一個音樂學者或者音樂家啦，叫做 Alfred Lucas。
佢嘅一套理論。咁原本咧，原本 Alvin 嗰個作品咧，就係佢喺一間房嗰度錄咗個音，跟住 Andy 咧，再喺同一間房嗰度揮翻嗰個 tip。Suppose 係一樣噶嘛，應該佢再錄翻佢 play 出嚟嗰個 tip， 一路輪迴，一路輪迴。去到最後，原來因為呢個 ambient 都未有改變嘅時候，但係個聲音個質地啲嘢已經改變了。咁啊，呢件作品咧，點解我放喺呢度咧？唔係講頭先一個咁樣嘅 concept， 一個聲學嘅 concept， 而係咧，其實你見到兩位表演者，一位 Samson 啦，另外一位佢嘅即係另外一位佢嘅 performer 啦，帶住一個 Mirror Sky 嘅腦電波感應器。咁呢個腦電波感應器咧，會 sense 到你 focus 嘅狀態嘅，你有冇好 focus？或者你有冇好放鬆？咁你見到佢兩個好用力咁樣咪住咧，即係嘗試好集中。咁但係你有陣時會見到咧，佢哋四圍望，嘗試好唔集中。And then佢呢個腦電波有六個 channel， 咁呢六個 channel 就影響佢前面嗰六個敲擊樂。咁所以你聽緊嘅呢段音樂咧，其實係嚟自佢兩個人 focus 或者唔 focus 個腦運作嘅音樂。咁我哋頭先啱啱呢幾件作品，我哋會見到我哋嘗試攞一啲 biometric 嘅 data， 有心跳，甚至乎有腦電波。當然而家可以再攞更加多嘅嘢。咁但係有冇一啲 data， 甚至乎我哋見唔到，但係無處不在嘅咧？可能係一啲我會叫做 invisible 嘅 data， 但係佢好 critical 嘅。咁2011年嘅時候，我做咗呢件作品叫 Signal Morpher。咁 exactly 就係同頭先 Samson 係同一個展覽嗰度嘅作品嚟嘅。Signal Morpher 我攞嘅數據係咩咧？信號當其時就只有 3G 嘅啫，未去到 4G。有 WiFi 啊，有平時嘅電話。我將呢啲所有嘅信號咧收翻嚟。咁但係咧，我冇再將佢 visualize 咗做譬如一段音樂或者一個畫面。我將佢放咗落去我三件 kinetic sculpture 嗰度。而呢件三件 kinetic sculpture 咧。佢個感應器咧會一路收息率，收到去某一個位嘅時候咧，佢會開始變形。我想講咧就係咧，信號喺我哋嘅城市嗰度周圍已經發生緊。我哋見唔到，但係佢好 critical， 因為呢啲嘅信號就係代表資訊，即係我哋嘅 social media 啦。呢啲嘅資訊一路發生緊嘅時候咧，其實係心跳會唔係淨係我哋睇到嘅嘢，係會 shift 咗呢一個嘅城市去另外一個狀態。你當然嗰一年開始，其實一路陸陸續續，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社會運動發生，一路去到而家。咁樣呢一度其實嗰陣時我就已經想講呢樣嘢，就係 social media 佢作用，甚至乎佢影響力會 shift 一個城市，都唔單止係社會運動啊，或者甚至乎喺資訊各樣嘢嗰度都會令到個城市嘅面貌有所不同。咁啊，同樣嘅作品咧，頭先你見到 Samson 嗰個表演咧，我有一件作品。是 insulation 的，同一時間咧，我哋嗰件作品會變咗做一個表演嘅版本。咁同樣嘅信號由一個大嘅城市去到落一個 single individual 嘅時候，會係點樣樣咧？咁就係我呢一個表演想做嘅嘢。同樣都係攞個信號，睇下可唔可以飛到少少先。咁我揾咗五個 dancer 同我一齊去做呢件事啦。咁頭先你見到一個好巨型嘅三個好巨型嘅 kinetic sculpture， 喺呢度我取代咗，用咗五把遮，佢哋每人收息爐咧喺一個好細嘅範圍咧，就喺呢一度。咁你而家聽到同埋見到嗰個畫面咧，其實就係佢哋每一個人收到嗰個信號嘅聲音。And then 佢哋每個人有一部電話嘅，我嗰陣時俾一張 SIM 卡俾佢。咁咧，佢哋個 SIM 卡嗰個號碼咧，我擺埋喺個 projection 嗰度，會觀眾可以一齊干擾呢一場表演嘅聲音同埋畫面。
我俾個電話去顧思賢先，我唔想佢浪費佢自己啲 data， 因為我會叫佢上下網啦。中間一有電話號碼一出嚟嘅時候咧，都有觀眾打俾佢，即係觀眾打俾佢，究竟佢哋講啲咩咧？通常都係講埋啲無謂嘢嘅，因為我即有事後問佢哋，即譬如你食咗飯未啊，跳得攰唔攰啊，嗰啲咁嘅垃圾啦。咁但係這個畫面係好有趣，我想講嘅有趣唔係呢一個有趣，而係咧當呢件作品咧，我試過去。當然去過好幾個地方嘅，去過一個地方，我覺得好 amazing 嘅，嗰度就叫做阿根廷。阿根廷嗰度 有一個 festival 叫404，做咗好多年嘅 New Media Festival。我去到我要三個 dancer 做一模一樣嘅表演，都係單把聲。我之前已經叫佢即係你準備三部手機啦咁樣樣，咁啊早上到網嘅，打到電話嘅，跟住去到同嗰2012年。我 去到跟我三個 dancer brief， 即已經不懂講英文了，有兩個。但是咧問我，喂，你拿部手機出嚟咧，跟住個工作人員俾嗰部俾佢，啲 note 嗰啲嚟。咁咧唔係佢哋窮喎，而係佢哋個 practice 就係我使乜 smartphone 啫，即一二年嘅時候。跟住人哋咧，佢有一個有啦，拿部電話出嚟。跟住我話啊，陣間啲觀眾可能會打俾你嘅，咁你個電話幾多號啊？佢話唔制，會好貴嘅咁樣啫。所以咧，你頭先聽到咧，成場 show believe 咧，喺阿根廷嗰場 show 咧，好靜，好靜，冇畫面，啲聲就係噔噔咁樣樣。咁啊，因為咧，即全靠我最後我俾咗我自己帶去嗰張電話卡俾其中一個人，咁啊做咗咁粗糙嘅笑聲。但係同樣嘅作品咧，去到唔同嘅城市嘅時候咧，即使收同樣嘅色路咧，又見到嗰個地方同埋直頭係比較地方嘅唔同嘅文化。甚至乎用電話的文化，我估佢而家一定係好好多噶啦，係啦，即包括咗即呢個題外話啦，包括咗佢哋遲到嘅文化都好犀利啦，即約一定要約遲兩個鐘啦。OK， 咁另外一個好 critical 嘅 invisible 未必係 data 嚟嘅呢件作品，我盡量喺每一次嘅展覽都會講，因為對我嚟講人生好重要，因為我好畢咗業之後都一路都冇作品，因為一路都喺大學教書。去到做咗呢件作品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唔好再教書，唔好再全職教書啦，咁樣樣。Moving Mario 2007年嘅，我打咗2008年喺呢度，即係咁重要嘅作品都打錯年份。Moving Mario 係一件乜嘢嘅作品咧？睇相啦，這個就好似好靚咁樣樣，但係未必解釋到啦。咁呢個展覽係巴西叫做 File， 又係好出色嘅一個展覽嚟嘅。即係喺呢個嘅南美地區，我諗頭先阿根廷同埋巴西呢兩個展覽。都好重要，一齊睇好沉氣嗰條片，因為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即半個學半個 scholar 啦，即係喺學院裏邊一路要喪教學、喪做 academic paper 嘅人，咁所以好沉氣嘅條片，我會 skip 嘅。嗰陣時仲用緊出碟嘅時候個名字，即係我中間有一段時間做音樂嘅，即係出咗啲無人買嘅碟啦。件作品就好擺到明用 Super Mario 去做噶啦。咁、那個 invisible 嗰啲咧，呢個好粗糙嘅版本嚟嘅，臨尾做咗呢個第一個 version。我平時你應該冇玩過都好啦，你點都見過呢只 game 啊，即係香港叫做超級孖寶兄弟，大家都應該係打孖寶 ，OK？ 咁我哋個 game 就係你控制阿 Mario 一路去救公主，一路向右邊行，大部分時間你都係 control 緊阿 Mario。咁你覺得 control 緊 Mario？但其實咧，喺拆開呢個媒體嘅話咧，其實你九成嘅時間都冇控制過 Mario， 阿 Mario 一路都喺中間，電視機嘅中間。有啲時間可能拉到個畫面最盡嘅時候咧，會唔係喺中間嘅啫，好少機會會出現嘅。喺舊式嘅game 嘅 media 裏邊，咁所以我就想將呢一個咁奇怪嘅關係，你以為你控制緊佢，但你從來冇控制緊佢嘅。90% 甚至乎99%嘅時間，我攞出嚟，完全就係令到你真係可以試下控制阿 Mario 一路向右。我想 keep 呢件事全部好 analog， 冇 digital， 所以我將部真嘅電視機劏開咗，擺只 Mario 喺中間，撳掣真係會跳，但係只 Mario 永遠都喺中間。咁你就知道，喂，原來我翻去玩 Mario 咧，其實一路都冇控制過嘅。咁如果唔信嘅話咧，今晚翻去揾模擬器咧，應該如果你仲有 keep 紅白機嘅話，叻仔啦，翻去試下咧。你一開機第一版貼住阿 Mario 揾張貼紙貼喺中間，睇下佢咪真係一路都喺中間。
所以呢個咁奇嘅關係，我就攞咗嚟做呢件作品。咁啊，多謝呢件作品啦，令到我即係放棄咗高薪厚職，以為自己好勁，走咗做全職創作啦。佢周圍飛嘅。咁啊，本來我係諗住播 Skyline Cello 嘅，咁但係因為我其中一件作品嚟嘅，即近年嘅其中一件作品。這個、呢個咧，如果我想講 Skyline Cello 之前，應該講呢一個先。呢件作品白南准嘅 TV Cello。咁白南准當然都係我即係 one of my heroes 啦，亦佢響即六十年代已經狂用呢啲咁樣嘅 media 嘅 technology 去做作品。咁啊電視機即啊，尋日講過拖有一位老師好精準嘅，就直頭 name 呢部電視機叫 CRT， 因為佢裏邊全部都係啲電啊啲磁嚟嘅。咁如果大家即可能有咁嘅經驗咧，細個如果有屋企有呢啲電視機嘅話咧，側邊吹頭咧佢有雪花嘅。咁啊，白林準就用咗呢一個咁樣嘅媒體嘅玩法，就係佢嘗試干擾個電視機嗰啲磁場，咧令到佢個畫面變形同埋發聲。咁我就用咗 TV Cello 呢個方法，就做咗我自己件作品，就叫做 Skyline Cello。咁一個 invisible data 嚟嘅都係，一呢件作品要向 LA 同埋香港都要展。咁同時間咧，就要嘗試去做一啲好似一樣嘅嘢，但係又唔一樣喎。咁我就諗緊，喂，會唔會我演繹呢一個 LA 嘅landscape 呢個 skyline 同埋香港嘅 skyline 嘅時候會係點咧？咁我就攞咗佢哋呢啲咁樣嘅畫面啦，即係呢個 skyline。原來都幾似喎，香港同埋 LA 嗰、那個，就算係直咁樣望到，同埋 top view 咁樣望到，即係呢個 aerial 嘅 view 都係差不多。咁呢一個咁樣嘅畫面咧，即係會喐嘅畫面咧，最後好似大音犧聲咁樣咧。令到我變咗做一個，即係令到佢變咗做樂譜，我就演繹。譬如我撳呢個位嘅時候咧，我就將呢一行咧變咗做音符。那個音符係 according to 佢呢一行嗰個顏色。睇少少片段啦。你見到我喺度摸呢個好長嘅 mon 咧，我摸一下嘅時候咧，佢呢度側邊多咗一條出嚟，而呢一條就幫我去 analyze 嗰一個 column 嗰個畫面嘅顏色。咁我擺到明就係 tribute to 白南准嘅 TV channel 嘗試做緊呢一樣嘢啦。咁我要 skip 呢一個先啦。因為我想做少少 wrap up， 然之後睇下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啲時間有少少帶落咯。因為咧頭先一路開始嘅時候咧，我除咗去 challenge 或者唔係 challenge， 即係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即 attack 呢一個字之外啦。咁喺新媒體藝術創作成日都會俾人問嘅，即係或者我訪問又好，或者我講座又好，點都好，都會俾人問咁點解你要用呢啲技術去做創作啊？咁樣樣。咁既然都講得白南准，我再拋多次阿白南准出嚟。咁佢1965年嘅時候咧，有個訪問已經講過呢句嘢，就係有一日嗰日已經出現咗好耐啦。就啲 artist 咧會用啲 capacitors、resistor 同埋 semiconductors， 即係電容、電阻同埋半導體，好似佢哋今日即係當其時啦，用啲 brush、violin 同埋垃圾去做創作一樣。咁但係點解咧？即係除咗啲素材喺自己周邊之外咧，我又再拋多次啊 Michelle 佢嘅理論出嚟。咁但係呢個唔係 Michelle 講，但係 Michelle 佢本身有個諗法就叫做 second skin 嘅。咁有個記者訪問一個 artist， 佢叫 Raphael Santolhammer， 一個好偉大嘅即近代嘅 new media artist。佢訪問佢嘅時候咧 ，Raphael 就講咗呢一句，咁好長啦呢一段嘢。咁我簡單形容就係咧，其實我哋而家個狀況就係我哋唔記得帶部電話都周身唔聚財，個科技已經係同我哋基本上係黐埋咗一齊，等於我哋嘅 second skin 一樣，即係我哋第二層皮膚。咁呢個第二層皮膚好重要就係。我都基本上密不可分，分開唔到嘅話，
我拿来做拿这个科技做任何东西其实都是理所当然，包括埋创作。但是重点就是我拿完这些科技之后去做创作，去从事一些艺术作品的话，怎么搞才合数呢？ OK，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即在座如果有 designer 的话应该都很熟悉的，叫做 Photoshop。 那我今晚拍了一张照片回去用 Photoshop 执了一张照片，那张叫做执照片。但是可能有个 artist， 可能譬如 JR 这样计算，他拿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回去都是用 Photoshop， 但他整完之后呢，那个是 artwork。咁點解我嗰個係執相，佢嗰個係 artwork 咧？我想講嘅就係咧，頭先我哋記得有呢個 process 上到，而中間嗰個執相嘅過程咧，就喺呢一度 translation。同樣都係有一個素材，有一個素材變咗做另外一樣嘢，即係由我頭先講話由一個 media trans 咗去另外一種 media。你可以話叫 transform。你可以说叫 translate， 但是这个 trans 的过程用的手法和你的目的怎样去到最后你想讲 offer 到的 topic 呢？接下来呢就 show 我今天最后想 show 的一件 artwork， 不是我自己的 artwork， 而是我每一次看完都起鸡皮的 artwork。 2012年 Documenta 就出现了这件 artwork， 这件 artwork 这个 video 都很短的，你看到有些老式的点阵打印机的这张纸，来自这一件装置。右边的电脑一直在拿这些 data 去 trigger， 拿完的 data 去 trigger 这一部打字机去打一个名字和一件事一个年份出来。那部电脑拿着什么呢？无国界记者组织里面的 data是过了身的记者的名字，而是在做事的时候过了身的记者。所以你刚刚听到的每一下敲击声呢，其实是来自一个记者在他工作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刚刚如果我们讲 translate 的话呢，其实刚刚这个他可以就这样拿完个 data， 无国界的记者过身的记者工作过身的记者将他 translate， 他可以就这样变成一个文字或者就这样叮一下，但他选择用一个 typewriter， 一个很传统大家都认知一个作为一个文字的工作者打字去告诉人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敲击声，这个这么冷血的敲击声，但是这个冷血的敲击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在工作上面过身。那这个很重要，就是在这个 translation， 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目的的话，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 translate， 或者用什么的素材去 present 出来。哪怕你有非常之高的科技，你拥有全部的 resources 都好，但只要你有这个这样的 concept， 我想告诉人家这件作品叫做 On Journalism。 究竟作为一个传媒，作为一个记者，他是做什么呢？他是不是甚至乎可以拿一条命出来去做呢？Typewriter 这件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演绎，如何去 translate 一组冷血的 data 变成一个有血有肉告诉我们他想讲什么的作品。那么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而已。我想刚才刚刚小小的总结，就是当我们New Media 或者 Art and Technology 可以 offer 到给我们，或者比较容易做到 multi-sensory 的作品的时候，多种的感官摆出去一件作品，我们可以 trigger 到我们的观众在不同的感官层次那里去感受一些东西。而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 translate 这个不同的感官，我们可以由不同的数据或者将不同的东西变成一些数据，再去变成了一种感官告诉人家 artist 想讲的东西。咁今日大概就係點解呢個 topic 叫做感官邊界，就係因為我哋其實係遊走緊呢個感官嘅邊界當中，我哋做藝術嘅創作，我哋 offer 緊好似 Francis Bacon 咁樣，我哋都想希望我哋嘅作品去 trigger 到某一啲嘅 sensory。而 Art and Technology 放響今時今日嘅現在，
artist 可以擁有呢個咁樣嘅技術，擁有呢個科技，或者嘗試擁有呢個技術嘅話，我哋可以做到嘅當年做唔到嘅嘢，我哋今日係咪可以再做得精準啲，去講更加多本來未被開發嘅議題咧？咁通常都係識public 嘅講座咧，通常會之後會有人問啊，我要想睇多啲 art and technology 嘅嘢，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咧？咁我準備咗一張 slide 嘅，就係咧上面有三條 link 咧，其實係一啲好入門級嘅平台嚟嘅 ，creative application 都睇好多年噶啦。佢唔單止講 art 嘅，都有講啲 design 嘢嘅。咁下邊嗰兩個咧，即係好今時今日嘅平台嚟嘅，得 IG 嘅啫。得個睇字嘅啫，睇完之後撳多啲 link 啦，即係佢都有啲 hashtag 啊，有 tag 下啲人咁樣。下邊呢兩個 hardcore 啲，但係如果你真係好認真想睇嘅話咧，即係十級建議大家睇。第一個 Rhizome 黑洞 .org 好多年，甚至乎佢個權威嘅程度就係 Ars Electronica 咧，即係都會 keep 住同佢合作，有好多學者都會喺上面發表佢嘅論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意大利嘅媒體叫 Nero， 即腦啊。咁咧擺到明就知道咧，即係佢做啲好深度嘅文章，咁都好偏滿添啊！而最勁嘅地方就係佢講新媒體藝術，但係佢堅持仲喺度印刷緊嘅佢嘅雜誌。咁我即都好老實，我都冇買嘅。咁我都係俾錢買 digital 嘅版本嘅，因為等佢寄過嚟即係蚊都瞓啦。OK， 即係尤其是今時今日即係 COVID-19 嘅情況底下，咁慣咗手勢㗎啦。即係我有 call 過嘅書，我都放咗響呢一度噶啦，咁都係啦，即係今時今日科技非常之發達，大家都有一個 smartphone， 大家睇嘅嘢都影咗張相。咁我專登控制自己，叫大家唔好影嘅。咁因為其實我已經準備咗個牛奶俾大家，咁係一個 PDF 嚟嘅。咁冇頭先成個 keynote 就放心，我唔會咁慷慨嘅，因為嗰啲有版權嘅好多都。咁呢個有個 outline 就係我講過邊件作品個名嘅啫，同埋嗰個 topic 成個 structure 個 skeleton， 包括埋頭先嗰幾個即係我建議大家睇同埋個 call 我用過呢邊啲書嘅嘢。係啦，咁所以影一張 QR code， 雖然我再重申一次，我真係好唔中意 QR code， 因為真係好核突。OK， 咁但係即係實在太方便啦，大家翻去慢慢再研究一下。再 extend 多啲 reading 喺呢個 art and technology 嘅世界，用 art tech 去做 tech art， 呢個就係我啦。咁再想睇多啲我嘅作品嘅話咧，可以喺呢度睇得到。私下溝通可以用 email 啦，冇電話放喺度。暫時講座嘅部分係咁多，先睇下會唔會大家都會有一啲嘅問題想問一下。好多謝曬Keith Lam 幫我哋講咗一個咁關於 New Media Art Transmedia 同埋啲 sensory 嘅講座啦。咁可以問一下大家在場咁多位有冇啲咩問題先？可以即刻問都可以嘅。我哋會有工作人員遞個麥俾你哋。Keith， 多謝你個 talk 啦。咁我想問一下，頭先你講嘅嗰個 translation 嘅 process 啊，你覺得你個即係做 artist 做呢個 translate 嘅 process 係 intentional 啊，定係by chance？ 因為即係譬如你可能成個過程你想即係你攞啲乜嘢啊，你啲嘢係即係自己計劃好啦。咁但係其實你得到嘅結果其實某個程度係你控制唔到噶嘛。咁所以喺咁樣嚟講，你會覺得你做嘅呢件 work， 即係你做 translation 呢樣嘢，係即係 intentional 啊，定係 by chance 多？即係某程度咁樣，點解會問咧？就會諗翻起，譬如關於我哋個展覽啦 ，surrealism， 咁就見到 surrealist artist 佢哋係好想 go beyond 個 rationality， 咁佢哋就想做好多咁嘅創作，所以佢哋就會 by chance 咁樣。咁所以即係去到呢個位，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喺你嘅 work 入邊，即係你就做一個 translation 角色，咁但係。即係你當期，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呢個已經 beyond 咗嗰個 rationality 咧？呢個我諗呢個係前因同埋後果嚟嘅，因為應該係一定係 intentional 你想做嗰樣嘢 ，and then 出咗嚟嘅結果可能係 by chance 嘅。尤其是即係如果攞咁多 data 翻嚟嘅話咧，嗰啲 data 咧一定唔會你完全係 expect 得到翻嚟嘅，甚至乎係我都幾想係唔 expect 到翻嚟嘅 data 添。咁但係
你頭先講 intentionally， 即如果你講 surrealism 嘅話，我諗有個好重要，即大家睇完 surrealism 翻去都想試一下自己創作 surrealism 嘅作品嘅話咧，有個好重啊，有個好得意嘅 practice 叫 automatic writing 啦，即都係 Android 即提出嘅一套方法，就係你乜都唔鬼諗，你係咁寫係咁寫，即你諗到啲咩係咁寫，咁一個潛意識寫緊嘢，咁嗰個都係你 intentionally 用咗呢一套方法先，但出咗嚟結果其實都好 random， 都 by chance。咁但係呢個 by chance 出嚟嘅結果，其實 somehow 又反映緊一啲 phenomena。即如果喺 automatic writing 嘅話，其實反映緊你個 subconscious 啦。咁但係可能喺我的作品嗰度嘅話咧 ，more like 係可能係真係揾到一啲文本翻嚟，即個文本可能係嚟自一個 cultural studies 去 study 一個社會構成嘅文本啦。又或者即譬如可能 poetic 啲嘅，可能大音犧聲咁樣，即嗰個文本啦。咁冇咁 poetic 嘅，即cultural studies 啲嘅角度嘅話，可能係 one day social sculpture 去睇個網絡嘅 practice， 同埋傳媒同埋網絡同埋個城市嘅關係。如果大家仲有啲問題想私底下問，都可以 email Keith 啦。咁今日真係好多謝 Keith 你喺度同我哋做講座，同埋同我哋分享。咁另外提一提啦，我哋頭先應該都派咗一張問卷嘅。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填一填，跟住我哋會有工作人員收翻嘅。咁多謝曬咁多位。如果大家冇筆嘅，我呢度有幾支可以借俾大家。